好，Hello， 在有如果在看直播的朋友 ，Hello，Hello， 嗨， Hello. Oh, 我是常务今年的组长 Ray。哦，我是常务组的 Fish， 我也是组长，今年的组长。然后想要今天趁这个直播的空档，我们来带大家简单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场地，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的小东西。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地方，其实是我们大家应该有发现，就是今年的出生点。那如果有不熟悉 Gator 的操作的话，可以简单看一下我们左右边的教学。那我们在往走的时候，其实不知道有没有您发现了，这边会有一些水鬼。那你碰到它之后，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。对，你就要重新走一次。碰一下。不要，我这样还要重走。OK。对，来，然后这边路过的是我们今年。金主爸爸，我们的赞助商们，大家如果对他们的业务或是职缺都有兴趣，可以看一下他们的真材。没错，好，然后这现在走上来就是我们的路口。好，好，对，来到这边呢，会有这样，大家可以发现很多字，就是今年的大地游戏，就是有一些小彩蛋，有一些游戏。那早上主席在介绍的时候 ，opening 介绍的时候，应该有大家有看到，我们今年大地游戏啊，还有 Pioneer 的奖品都很丰富，就是里面还有一些神秘的东西，是连志工都不一定拿得到的，所以有兴趣大家可以尝试玩一下，其实都不难，然后分数也都很好取得。哎，瑞，我们要不要就是稍微点开这个，然后直接开给大家看一下吗？哎，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啊。没有，我也觉得大家应该知道怎么跟互动互键嘛，就是对着互动，对，按 X。嗯，然后这边就是，我们简单说明一下怎么加入我们大地游戏的 Discord 啊，然后怎么开始互动。那大家可以试试看。那这边就是从，如果是从白城台湾那边进去的话，就是有一个大地游戏的 channel， 那大家可以从那边加入我们的 server。 那我们其实有其他地方可以加入这个 server 啦，那大家可以不管从什么管道都可以。那这边就是我们一些简单的大地游戏 server 的教学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那就按流星就会开始我们整个大地的游戏。 OK， 继续往上，这边我就没有一个一个带大家看咯。好，这边还有个我们台湾很常见的公园阿贝，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很可爱？大家如果收到 package 的话，其实今年杯垫就是他， 对，可以多多使用他，超级可爱。好，那我们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现在大地游戏的排行榜啊？这样我你是要退出画面？对，你让我很尴尬啊！那算了，哦欸，我好像可以啦。哎，赞哦！等我一下，我快速的跳过奇怪的东西。来，各位简单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最高分几分？32000分。我就觉得这些人 是都没在听一次，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。好，被我挡住了。哦，有 OK 到底怎么写下来？对啊，而且听说还没有全部玩完就已经得到这么多分。我想说大家 是都没在听一层，都在玩大地游戏。对，如果分数还没上榜的，大家记得赶快再去玩一下，奖品都很不错，真的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而且准备了很多。对啊，对，还有一个早上主席应该有讲到，就是我们今年就是我们努力争取到在大地游戏有一张那个 PyCon Anywhere 的票，就是只要你抽到了，那我们就是你想去哪一个 PyCon 我们就送你去。我觉得最后面可以讲一下我们那个旗子的那一个啊。好，等一下嘛，等一下讲。你要哦，好对啊，这边还没有。然后这边这个平台就是大家如果有想要切换空间啊，或是晚一点，晚上我们有一个拍卖的活动，大家可以来这边跳转过去。我们现在没开放，晚一点会开放这边。那 Spring 就是我们今年有办了两次 Spring 的场地，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过去玩一玩，也是蛮盖得很漂亮。好，自己说。我是真的觉得蛮漂亮。好，我们现在是 Space B， 那带大家去我们主会场看一下。好。哦，我们到主会场了。那映入眼帘的也是我们给我们大力支持的赞助商们。没错，大家再次感谢我们。有任何需求可以联络他们。
对，有职务需求也可以找他们。好，我们从这边过来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其实地上很多地上啊，墙上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奇怪的海报。这个海报啊，就是大家如果有想要找工作或是找员工、找伙伴，都可以上来这边。那上面是表单，下面是 Excel， 那大家可以上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工作，或是你有这个需求，对，你可以再抛出来，好，让今年的会众伙伴们，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想要的工作。我看到右边的椅子上有一只石虎啊，眼睛很厉害。没错，这个石虎其实在场地里面也很多只，就是石虎嘛，台湾也是稀有动物，大家要爱护它。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对它点个 X 看看。就是如果你对今年的活动、对场地有什么问题、有什么想要查的资料，其实都可以去点一下它。那上面我们放了一些大家可能用到的连结或是公告，大家可以看参考一下。嗯，然后啊，我们还有简单画了一个场地的地图，因为大家应该有发现我们今天场地很大。那如果有迷路啊或是不清楚，大家可以找我们的师傅看看怎么走。对，这边就是一些相关的连结，大家也可以方便你们使用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。Okay， 好，那这个要介绍一下啊。我先讲这个。好啊，刚才讲完了，就是你们如果就是大家有想要征才需求可以填的东西。那另外这个呢，是我们今年诸多众很多很多的赞助商，他们都有提供很多职缺需求。那大家如果有想要看看他们有提供了什么职务的话，也可以上来看一下。那种类非常多，就是虽然，我的发生点技术问题，就是怎么了？可以查查吗？别的下面待机。好，刚才那个就是今年赞助商们提供的一些职务需求，然后内容其实不限于 Python 相关的职务。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，其实种类蛮多的，然后涵盖范围也很广，所以不用担心说哦，我 Python 没有非常熟，我主要工作在做其他工作，没错。然后刚刚 Fish 有提到的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是我们今年志工里面设计组的组员们很努力为今年 PyCon APEC 做了很多设计。嗯，那像大家收到的 package 的东西啊。我是，这是纸胶带嘛，对，然后还有 T 恤，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件不太一样的？对，就是右边这件白色，这就是会拿来抽奖的奖品，那它很漂亮。那我们要怎么获得这一件衣服？对，就是大家要努力的在大游戏答题，晚上拍 night 记得来参加，好，就有机会得到。哦，再来还有，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是前两年的那个面纸啊。哦，嗯，没有这种东西，我太菜了。OK， 不知道。哦，还有这是今年超精美的感谢函。对，虽然主席一直说不知道可以干嘛，可以拿来垫便当之类的，但是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内容。对，就是我们主席很努力、很用心的写了这封信。那谢谢各位会众还有赞助商的来参与，这样子。好，对，我们今年主题其实是台湾嘛，那就是我们设计组画了很多很可爱的台湾的一些稀有动物、濒危动物这样子。对，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，其实在里面有一些小巧思，像是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我们台湾黑熊啊，那个梅花鹿的脚啊跟手的颜色有点特别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是什么？对，就是我们Python那个两只蛇的颜色、啊。我以为你要让大家想，然后你就直接讲出来。我总要讲一下哦。好好好 ，OK。好，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吉祥物，核心的一个东西，就是猫将军。然后，如果有玩大地游戏的话，大家应该会发现，就是大地游戏的那个 Discord bot 就是这一只猫将军，真的超可爱。嗯，就是台湾很多庙宇文化，然后大家。可以去我们的中间那间庙，那个门是可以进去的。我们等一下带大家稍微逛一下。OK。
对，就是有一些留言板，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抱怨、想要讲的事情，可以放上来。哦，啊对，还有这就是刚才说的庙，然后这是我们车站，大家有看到，也是超厉害的。我们那时候看自己自贡看到都觉得太精美、太漂亮了。还有场地，然后主会场、主舞台，然后各个很多小小的东西，然后还有店面、海报，没错，还有火车。这也是很厉害哦，还有各种你们在会场上看到一些小小小的装饰品，很多也都是设计组他们花了很多时间一个点一个点点出来的、啊、我们感谢四位大大，真的继续往下走。 OK， 我们场地很大，我们加快一点时间。好，好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祖庙。你有发现这座庙长得很像什么吗？没错，这应该就是我们台湾很常见的大同你连品牌都直接讲出来必须的吧，听过不是大同的能用吗？好，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来这个庙里面看看。左边就是左右这边就是留言板，那有我们有做了几个，左边这边是什么感情吗？就是月老的留言板，大家可以有什么想抱怨另一半可以偷偷上来看嘛、okay. 偷偷写一下。然后右边就是工作跟 code 相关的，哎，这边还放了一个奇怪的长颈鹿，不知道谁放的，很厉害，好酷耶、欸、神兽保佑，代码无 bug， 代码代码无还是在简体字，这个不太行，这不太行改一下吧。对，大家可以上来这边玩一玩。然后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左上角有个秘密空间，地图小游戏的入口，我就不进去了，但留给大家一点悬念、大家可以自己玩。OK， 那我们就往下。好，空间很大啊。好，今天这个空间啊，就是在我们两大赞助商的中间这块，就是我们在 Space B 这边也会有一些活动会在这边做转播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啊，什么想看的啊，也可以来这边看。对，不定期会有转播。下 Open Space 这边的话，就是在明天下午会有一个时段，都会是 Open Space 的东西。哦，大家都有声音。乱录了什么？好可怕！不好意思，我们乱录了。大家在直播是不是？嗨，Hello， 又打灯啊，要不要打个招呼？吃吃吃，大家吃辛苦了。这是辛苦的场务组员吗？好像是哦。各位辛苦了，就是这几位帮我们盖出这么精美的场地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们在直播。对，我们在直播、哦。现在才讲。那我先关麦克风。不行不行，没关系没关系。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你？对啊。明年做什么？明年做什么呢，维尼？我还就是现在是什么活动，完全不知道。我们现在 YouTube 上面直播，带大家逛场地。哦，嗨，这边是 Open Space。OK。好，那我们就离开了，到各位吃饭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有介绍在哪边报名 Open Space 吗？啊，对，我忘了。OK。大家有看到几个东西啊？像这个桌子，然后上面的这个字，其实都可以点。那大家 X 按下去之后就看到一个 HackND， 那在这边就是有一些 Open Space 说明啊，那大家如果不清楚 Open Space 在做什么可以上来看一下、那后面这边就是如果你有想要讲的主题，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，你就可以直接上来填，就填下你的时间跟资料。这边已经有蛮多人有报名的，那大家都可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主题，明天也可以一起来参加。哦，吓死我！大家在那边撒花。OK， 好，大家记得来报名。好，然后呢？旗子。好，对，必须一直提到旗子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东西就是你走进去它就加一，就是这边一直走它就一直加。对，其实就是大家在大地游戏，大家如果加入我们的 server， 那在回答完基本资料之后，就会有一个分组。那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，场地上其实就有很多种颜色的旗子，有红色、蓝色、黄色吗？绿色还是绿色？哦，完了，反正三种颜色的旗子。哦，我不禁止，我忘记了。我道歉。那个就是我们的 bonus， 对，大家如果有努力去逛大家的会场，那一定会路过很多旗子。在路过旗子的时候，你可以毛起来就去逛自己的旗子，它就一直加一，最后。我们会把那个路过的次数
把它转换成你们的分数，做一个加成，让你们的分数更高一点，就更有机会抽到精美的。对，今年的精美的纪念品。没错。好。好，我继续往下哦。可以顺便介绍一下我精美的镜子吗？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啊，这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精美的镜子，就是我们必须花了许多时间努力做出来的。它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事，就是我们走近的时候，它才会跑出来哦。就是里面那这个其实就是大家方便大家走路的传送点啦、啊，因为场地很大，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去传送平台，就可以直接从这个镜子走，那你就会直接传到传送平台。那你们在移动的时候，一定会比较应该也会比较方便一些。对，好，然后啊，黄色，然后这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我们今年。就是我们PyCon TW 其实一直有在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有自己的 podcast。那大家如果不太清楚 podcast 的，可以去尝试看看，听听看我们的 podcast。那这边是 season 2的，那从这一季开始，其实陆陆续续上了也蛮多集的，那内容都很棒，都找了很多很厉害的志工啊或讲者，也有一些非志工，但是是行业里面的大大。哎，我刚好看到我们。的主持人 Benson 就在旁边。对，你们看到一只粉红色的狼。Benson 要介绍一下吗 ？Hello，Benson。Hello,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那我稍微介绍一下 Podcast 是吗？有时间让我做这件事？有啊，有啊，没问题。说吧。Podcast 的话，就是去年的话，我们开始做这个节目。那今年的话，就是我们就是今年算是 Season 2。那我们有邀今年的话，我们有新的主持人，就是我是固定班底，然后今年又加入新的主持人 JoJo。那我们今年的话计划就是说其实去年我们就已经有邀请在PyCon 里面的一些志工跟讲者来我们的节目上面分享他们的经验。那今年的话也是延续这样子的做法，但是我们搭配到今年是 APEC level 的 PyCon， 所以我们有邀请到外国的演讲者，然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来宾，然后所以我们今年也会有一些英文的内容。那如果大家就是想要练习英文的听力的话，也可以来听听 Podcast。 那其实它是一个蛮轻松的节目，所以大家应该上班通勤的时候或运动的时候都可以听。对，就是上班的时候也可以听哦，就是你如果主管问你在听什么，你就说你在听演讲。OK， 如此的不认真吗？对对对，这样不太行吧？对对对。然后我们最近发的一集是跟Apache Airflow 这个工具有关的内容，他邀请那个 Airflow 的 Maintainer TP 来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主要的内容就会比较偏向资料工程还有这个工具的东西。那其实今年的大会上面好像有蛮多 talk 的主题也是跟这个工具有关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来听一下 Podcast Season 2的 EP3。 然后这边的话点进去都会有这几集的 shorts， 就是我们今年非常的用心，就是除了剪辑之外我们还有做 shorts， 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，帮我们就是关注不管是在Apple Podcast 或是什么 Google Podcast、 KKBOX、 Spotify 之类的，都可以帮我们就是留言五星好评吹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起来。OK， 家庭家庭好，谢谢 Benson。 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走。往下走。哦，对，刚才一直没有介绍到，刚才这样讲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明年大家的时刻表。大家如果对议程的时间不太清楚，然后又不知道去哪里查，大家可以上来看一下。我们这边有附上各个厅在哪个时段会有哪些讲者，大家就可以积极去问问题，因为这个机会也是蛮难得的。好、啊，就离开这里。OK。哦，又被查了。啊，好多人。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其实有做一个快速通道。大家你要示范一下吗？如何快速？不要，我等一下还要走回来，很远。对，然后大家应该都有用过啊，我们的会议厅呢，然后大家就可以更频繁使用，然后跟大家聊聊天，不知道。来，最后我们就啊，我不卡住了。你就走下去，再走下去，走那个快速通道示范一下。
我们来乱录一下人家。Hello， 有人在吗？好，可能在吃饭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来乱录。就是我们其实有蛮多赞助商，然后大家都有赞助商们有来摆摊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找他们聊一聊，就是他们有一些职缺啊，或是相关资讯都可以跟他们聊聊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2:05也会就是由我们赞助组带大家去逛这个赞助的摊位。对，好。那等一下可以来继续看直播。没有人了吗？在下面。OK， 然后 R3 这边好像有，我印象中是不是有一场议程？现在就回到一个议程的地方来结束我们这个地图的 tour 吗？好啊，好。大家如果对场地还有什么问题，对大地游戏什么问题，那都可以。就是找有PyCon Taiwan前缀的志工，没错。或是如果找不到人，就右边列表打开，找到 Ray 或 Fish， 就敲我们，也可以，我们努力帮你们解决。或是我们在 Discord， Discord 那边也有一个 Information Desk， 可以去问问题。然后大地游戏本身也有就是可以发问的地方，这样。这边都有一个问题的留言区，那如果什么场地上啊，或游戏上。等等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，我们都想办法帮各位解决。好，感谢各位的参与，那我们就直播到这边。好，可以吧？拜拜，就这样随意的结束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